立正，行礼，请坐。哦，各位开员，大家早早平安。哦，真是真欢喜吼，咱大家伫即个过程内底吼，毋是讲来教唱歌啦吼，实在唱歌是咱本人，咱人都拢会真爱唱吼，真爱迄个天性就是会唱歌。也毋过吼，感受到讲即摆若咧唱迄个歌的时阵，我有发觉到讲是安怎伫咱台湾足侪足好听的歌，拢总甲伊袂使唱。啊，无就是变作这首歌无意思，吼、哦！而且咱会当看到讲，即卖小朋友是安怎，那会较细汉吼，就拢会唱迄足奇怪，唱迄种那么恋爱的，啊无就是失恋的。但是这甲咱台湾要建国，是拢有一个真大无拄好。咱来看讲，台湾有足侪歌，你当你。心内若真济困难，真济恶担当的代志的时阵，我拢会发觉到讲，当你把歌唱出来，唱到这个歌是安尼吼，遮尔啊，予咱心情会当较平稳吼。常常我看伫这个原住民朋友吼，因有当只做工过做甲真忝，啊，毋过因看因若咧做甲忝啊，做甲无法度的时阵。遇到环境遐尼啊歹，伊就是来唱歌。所以第一首，我想讲来甲大家分享到一首叫做《早安福尔摩沙》。我会在透早四点半就开始为阮遐出发吼，感觉就讲哦，这天色安尼渐渐光，是真感谢讲哦，会当有这个机会来看到阮电。我回想着讲，我伫阮遐住遐久吼。毋捌看到阮遐半暝是生做啥款的，哦，四点半起来才发觉着讲，原来咱住的所在透早四点的情形就是这个款，啊嘛真水，吼、哦，拢总无人，啊嘛无车，啊敢那是，吼、哦，迄个光线拄啊要照出来，迄个刹那吼、哦，感受着讲，我住伫阮厝将近要40年吼。哦啊，敢若毋捌看过即种嘛，第一界看到讲，即、這个天光的时阵竟然遮水，伫足乌暗的时阵，啊，忽然中间怎光起来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来分享着即首讲《早安台湾》。大家听着即首歌的时阵，会感受着讲，伊即个调性吼，有真侪咱台湾人着讲，有你的心牵着咱的梦。走过这条坎坷的乌水沟，咱的心向着太平洋讲：早安，台湾福尔摩沙。有真侪人拢会感受到讲，这个太平洋甲咱的关系是啥物款？我会记哩，伫古早，拢会去发觉到讲，咱若要去看到太平洋吼。是遐尼啊，无简单。当我大汉，我家己会开车的时阵，第一界看到迄个太平洋吼，才发觉讲，哦，西边的台湾海峡甲东边的太平洋竟然无啥共款，因为东边的太平洋是遐尼啊平，遐尼啊水，遐尼啊一种，迄个水色是青色的，真深青迄种，哦，真水。也毋过看到。台湾西边这边吼，为王景那边啊看过，永远拢毋捌看过着真正海。啊，好无简单看到海的时阵，奇怪这边海那煞绿色的吼。啊，所以一边一种色吼。所以伊讲，咱向着太平洋讲来，吼太平洋讲早安，福尔摩沙。伊讲，咱人一生拢有一个梦，只求台湾的平安。合欢山的百合花唱着母亲的愿望，自心齐心坚持和平，疼惜母亲，疼惜囡仔，有钱出钱，钱出力，这就是咱台湾。吼、哦，伊这一句吼，迄、哦那个有一个有钱出钱，有钱出力，后壁有介绍一句吼，迄敢若我有兼拍一字，叫做。这就是咱台湾，
所以呢，伊看到这个时阵，来，我先唱一遍，吼，大家听看卖吼。咱为第一段开始，伊就是讲着讲，伊这应该录音带吧，吼。咱听这个音乐，咱先听看卖伊这个歌词吼。你若点点甲听，你会发觉着讲，这真正是咱台湾人的心情，就是安尼。吼，大家拢真团结。好，咱来先听这首《早安，台湾》。过一段坎坷雨水沟，阮的心向着太平洋讲早安，台湾佛摩萨。一心一意望只求台湾的平安，后山的百花就着母亲的愿望，自心自心。坚持和平，疼惜母亲，疼惜囡仔，有真自己有来自人，这就是咱台湾。早安，父母山，早安，父母山，早。过一段坎坷雨水沟，阮的心向着太平洋讲早安，台湾佛摩萨。一心一意望只求台湾的平安，啊，阮山的百合花就着母亲的愿望，自心自心。坚持和平，疼惜母亲，疼惜囡仔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这就是咱台湾。早安。这个陈明章老师吼，伊个做足侪曲拢真正水，尤其从咱台湾足侪足侪，咱毋捌拄着，蛮捌看过。啊，我捌一届听过伊讲一个故事吼，伊讲咱台湾人就是遮尼啊古锥，遮尼啊水，
伊讲伫即个金龟洲遐吼，有发生过一件代志，就是伊描写即个故事的进程，伊有讲到讲，恁敢知影讲伫九分迄个所在，若满七十岁，因规砖头拢帮伊做生日。啊！大家拢无意见的，大家拢哦，规砖头帮伊做生日。啊！大家讲奇怪是安那，那一个人七十岁以上，就拢会替伊做生日。哦，啊，因为伊就讲一个故事，讲千年的人哈、啊，千年人生吼，数码吼，足五娘啦。啊！大家讲奇怪，啊，那会用千年的人生足五娘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伊讲较早伫即个古早金龟洲迄个所在吼，九分遐是咧挖挖迄个土炭，啊因逐工咧挖时阵吼，因要入去崩坑内底，拢会坐伫个柑仔店头前吼，开始去拢会做一项代志，就是甲即个土下甲腾起来吼，啊开始，因为因咧做土炭咧挖坑的时阵，因的脚拢会结烂吼，啊因逐工要入去进前拢爱。伫迄柑仔店头前，啊，就甲迄篮甲加起来，加起来，啊，加加咧吼，想讲安尼甲收集起来吼，啊，甲囥互规地，逐个人加加拢甲落咧落咧，啊，落咧落甲落尾吼，看起来讲哦，啊，这那遮成熟嘛吼，啊，足足五娘哦，大家加加甲集合起来，全足五娘，啊，足五娘的时阵，一个有较作业吼，就去甲写讲千年的人心足五娘吼。千年的蒜啊，哦，足五年安尼，啊，就甲挂伫迄个所在。啊，有一日，因一个人叫做 K 啊，这个 K 啊吼，就开始甲伊妈妈，伊本来嘛无啥物代志，只不过是讲有一天透早，伊发觉伊妈妈敢若无啥着，敢若得要转去的款，迄种开始破病啊，晕伫眠床爬袂起来。爱是讲啊，是安怎奈？啊，伊才知讲啊，嗨啊，因妈妈吼，可能过无偌久，对，要来离开这个世间，所以伊行出这店仔头的时阵，就要去通知因的兄弟姊妹紧转来。啊，紧转时阵，伊心内嘛是一直咧盼望讲，看会当，互伊妈妈病当好起来袂？一直向天咧求吼，真无拄好，伊拄啊行到这店仔头的时阵，透早。怎发现着讲，只那掉一包什么千年金松足五两？伊想讲，哦，这可能吼、哦、是神咧甲伊保庇，叫伊讲爱摕这等于互伊妈妈食。结果伊甲迄包摕等于，怎甲滚滚的吼，一直甲咬，一直甲咬咬咬的吼。啊，想讲可能互伊妈妈食看卖啊咧，这什么是真好。结果。甲妈妈安尼甲灌嘞灌嘞灌甲，伊是讲安尼有食就好啊，啊无嘛无法度啊，啊伊就去困啊。到半暝的时阵，才发现伊妈妈吼，伫透早差不多五点，甲伊讲：“起啊起啊，紧起来啊！你过困到即阵。”伊才讲：“妈，啊你敢拢无安怎？无啊无安怎？”伊才发现讲：“哦，这锁嘛真正有效。”当伊去甲规庄头人讲吼，讲伊妈妈食着即包。哦，千年人参足五两，伊五两拢甲滚落时阵，互伊妈妈食了，伊妈妈病才好起来。遐个炭工遐工人听一个讲，哦，安那安尼，无人敢讲，大家拢点点拢唔敢讲，讲唔敢甲讲啊，去啊，你食着迄吼，迄咪酸嘛呢？迄是阮大家脚加起来吼，啊，大家唔敢甲讲，惊听着伊妈妈又倒落去，所以怎？拢全甲暗藏起来，所以因迄个砖头开始满七十岁，都有人替做生日。吼、哦，因为因大家感受着讲，这是台湾人真正的贴心。所以咱甲看这个歌吼，《早安台湾》，咱来同齐唱看卖吼，咱来甲唱一遍看卖吼。咱面对后边伊个是合演奏版吼，来，哦，个就是。有你的心，牵着阮的梦，走过一条坎坷的乌水沟。阮的心向着太平洋讲，早安台湾，父母。
萨来，一生一个梦，只求台湾的平安。合欢山的百合花，唱着母亲的愿望。自心自心，坚持和平，听无人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这就是咱台湾。好，来，咱吼。哦，好，谢谢，我给他来，等一下。咱看到这个情形吼，咱会看到讲这个早安台湾福尔摩沙吼。咱来到水叶园的时阵，我第一届听到这些歌，感觉讲这个歌是予咱真有朝气，予咱感受着讲，当咱透早会当看见的时阵，哦，伊讲咱台湾就是拢有真济诸心，咱的心拢真有灵敏。嘛有真济坐心，咱的心拢真同齐，咱才会今仔坐入到遮。嘛真济坚持，因为咱坚持，咱的台湾就是要行出咱家己建国的路。过来和平，哦，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真好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咱有这四大，哈，哦，咱有四种的特色会当予咱感受的。好，哦，谢谢。哦，然后当咱若拄着问题时阵，像我拄先讲迄个砖头，因平常时感觉那就拢无啥物要紧，但是一旦啊出现着问题时阵，因每一个人拢总会当互相斗三工。尤其你若听到这个纠纷，这个地名，因拢总本来是变作高户的人家吼，因内底山顶都住高户。所以，因每一遍若要买物件时阵，因拢会买高分，所以迄个地名一句来就变作高分吼，即摆拢叫纠纷。所以，因迄个所在真济文化，拢会感觉到因遐大家拢互相斗三工，即正讲是咱台湾真好的一个习惯。所以，这首歌呢，来，咱过来，大家吼，免客气，咱大家唱歌吼，会当较。我知透早咧唱有较难熬的，较无拄好吼，按古话紧，咱甲唱过来，咱会真这个歌就愈唱愈熟吼。来，来，咱为头开始，我，来，有你的心，卡着阮的梦，也过。后壁伊就是甲伊唱，一直演奏，一直唱嘞吼。啊，但是咱无要紧，咱演唱到伊迄个怎结束。所以，当人透早吼，咱若讲向每一个人讲啊早安的时阵，我相信咱大家心情拢会真欢喜，吼。因为这是一个看到你早起起来，你的平安就伫咱的心上。所以伫咱
台湾有真多真多，我感觉真可惜的物件，就是咱予真侪思想来个捆绑。有一首歌曲，我相信大家拢捌听过，迄首叫做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。《命运交响曲》的时候，安尼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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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咱拢讲合作《命运交响曲》，其实唔对，伊叫做那因迄边的真正名称叫做，吼、哦，迄叫做做运命啦吼，伊唔是叫做命运，伊叫做运命。我感觉咱台湾人常常拢会合这个命运来解控制。我记得刚较早囡仔时阵，阮隔壁有一个人，啊，阮迄个庄头嘛，一个人叫做，人拢叫伊青面坤啊吼，啊，伊拢咧做一个工课，就是咧共相命，啊，你共相命吼，敢若规庄头疑难杂症，就是拢去找伊，啊，伊拢甲你讲啊，你就是啥物货无拄好无拄好，所以你去改改的对啥哩，啊，我发现一个人吼。伊甲伊讲啊，恁就是祖公的亡啊，无拄好安怎安怎，啊，甲公公的伊去改了，我结果过来甲问讲，欸，青面坤啊，敢那嘛无啥差呢？啊，佮讲啊，对啦，恁兜都人想啥吼，去抢着啦，哦，啊，佮讲啊，抢着变安怎，都爱佮去甲改运创啥物货，结果无足久拢无啥物改变吼，直到我感觉这个圣爷青面坤啊吼。因敢那是阮规庄头的心理学家吼，你足侪问题去甲问，伊拢有法度互你答案，啊嘛甲你讲足侪互你欢喜的代志。结果我一个朋友的阿嬷，伊这个阿嬷讲起来吼，伫阮迄个庄头讲起来是真三八。哦，我捌看过这种人吼，当伊带伊的孙仔去甲这个青面坤啊算命时阵，这个算命甲伊讲。你这个孙啊无简单，后盖是坐伫大只刀啊，你坐大只刀啊，写字的人。所以呢，咱大家知影讲坐大只刀啊写字这种人是代表什么人？哦，对，大官、文官，对不？伊阿嬷嘛听足欢喜，讲哦，规庄头开始报丧，阮这个孙啊后盖是要坐大只刀啊。写字的人，啊，一直甲阮讲，一直甲阮讲。经过差不多15年了后，我才发现着讲，确实有影。因囝确实是坐大只刀啊写字的人，因为因囝就是变作想讲伊也该做大官，所以册嘛敢若无啥物读个型，啊，成绩嘛真歹。啊，因阿嬷拢甲伊讲，无要紧，你读册含慢袂要紧，啊，该你是做大官的人，你是要坐大只刀啊写字的人。但是经过差不多一生人了后，我才发觉着讲，阮兄迄个算命讲了无毋对。有一回我看到伊咧写字的时阵，是坐伫咧甲囝教功课，伊倒伊咧教功课，伫因兜的乒乓桌啊教因囝咧写字。我才讲，哎呀，有影准着着。全世界无一只刀啊，比乒乓刀啊较大只。所以你狂算着讲，哇，你也该会坐伫乒大只刀啊，坐大只刀啊咧写字的人，确实是有影。但是这个结论，我相信无一个人会当接受，就是讲，咱感到爱好这个命运来甲咱控制。伫咱台湾人有真侪人，若去算着好命时阵，一开始。无要认真，算到歹命时阵，伊就来甲放弃，这是真无拄好的代志。所以呢，有真济真济，咱台湾，敢若讲即个陈明章老师，吼、哦、做即个早安台湾佛摩西的人，即、这个老师吼，伊、哦、经历着伊真济，伊捌讲伊经过，伊嘛捌瘦甲讲，落地啊一箍拢总无的时阵，伊敢若剩唱歌尔。我唔知影讲迄种嘅心情是啥物款吼，伊讲我落地啊拢总无钱，但是我敢剩一，吼敢若剩会当唱歌，所以伊就开始写出真侪真侪对台湾嘅感受嘅歌曲，
疼惜咱台湾的歌，安尼一直一首一首甲写出来。伊才发觉到讲，咱的人生要改变，绝对毋是坐伫遐等，咱的命运要改变。所以，咱大家毋通去相信命运，因为命运是坐伫遐等。咱爱知影讲，咱会当改变的是运命。当你会当运用你的气力，当你的努力，你会当将真济你的命甲改变。亲像伫即个咱讲发现新大陆，即个哥伦布，大家拢知影讲，伊发现着新大陆的时阵，美国美洲大陆是遐尼啊用真济心情，但是我相信。当伊要出发，要去发现坐船，讲要证明地球是圆的时阵，伊的生命拄着危险。当伊讲啊，这地球是圆的，真侪人要甲追杀，因为人讲伊胡白讲。也毋过，伊提出伊的勇气，坐就一只船向西边一直过的时阵，伊发现着讲，确实地球是圆，因为发现着。美洲新的这个一块土地，但是有一部分可能大家更加无了解，伊拢总伫船顶行430几天，常常伊拢写日记。当伊写日记的时阵，伊甲落尾，伊拢写着讲，哦，伊今仔日拄着啥物困难，真侪困难，真侪困难。但是甲落尾，伊拢有写着一句，就是神引带咱向前。神带咱向前阁行，吼，就是神继续引导我们，予伊个心有一个目标，会当阁向前阁一直行去。所以伊才发现着讲，伊拄着困难，不管啥物困难，甚至讲迄只船已经破一空，伊嘛写着神继续引带咱向前。所以依照这个毅力，会当行过哇。对太平洋甲世界，发现着讲地球确实是圆的。就像咱台湾，今仔日我相信咱来遮上课了后，咱会知影讲咱台湾的地位，咱台湾人毋是甲中华民国共款，咱介是无共款的人。但是咱已经互骗60年，相信若阁骗40年到100年的时阵，咱若共问讲啊你是倒位的人，咱是中国人。因为自己我若敢讲，我拢会讲阮中国人。因为迄边都拢写讲，咱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现主席即马边嘛拢有写，但是即马你去看到遐字的时阵，你会发觉着讲这唔对，这非常的唔对。咱唔是中国人，咱是台湾人。所以咱会当看对讲，咱若唱歌的时阵，会真济歌词内底拢一定甲咱提醒。现在讲，咱唔通袂记哩，咱是伫遮出世，咱是伫遮大汉，唔通讲啊，即个放咧啊，改我要来美国就好啊，我拢我啊是我要来较好的国家，我台湾我拢歹看。但是我相信你去到任何一个国家，你会感受到讲，遮唔是你的厝。咱真侪有人有旅行的经验，当你去到一个真水真水的所在。你去遐佚佗游览，但是到天色啦暗的时阵，咱所想就是要倒来家己的厝。咱台湾人嘛同款，咱已经流浪60几年，今仔日咱已经准备要倒来咱真真正正台湾咱家己的国家这块土地。所以后一首，咱来看一首《天佑台湾》。我先介绍吼，这个《天佑台湾》这个作曲甲写词的人，吼，这个人伊是郑智仁吼，虽然是甲我同名同姓，但是这个人绝对唔是我。吼，我互问足济解啊，吼，大家看到讲啊，这是咪你写啊？啊，这是咪你？啊，你敢带字水？我讲嘿，对，伊嘛甲我同款带字水。啊，每一遍问到落尾，第一问题讲你是毋是真爱唱歌？我讲，小夸咧，我嘛真爱唱歌。啊，你敢带字水？我讲嘿，对。啊，你迄录音带用一叠互我袂？我讲我从来毋捌出过录音带，吼、哦，我毋捌出过 CD 片。啊，所以互问到落尾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大家拢误会吼、哦。
啊，这个我是一个大二水的一个医师哈，伊叫做郑志仁，伊将《天佑台湾》这些曲啊写出来，尤其上解感动的是，就是唱到落尾，伊讲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我才发觉到讲，咱唱歌唱差不多，以我年岁吼，上无嘛唱三十年啊，唔捌唱到讲台湾是我的国家。将来看遐济歌曲，唔捌有拄到即种诶，所以这首是真特别吼，《天佑台湾》。来，咱来为头开始吼。来，我唱唱吼，咱一段一段来。听哈，第一段是为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太平洋西方，善良、单纯、坚强的民风，代代地吃的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在天甲地当中，有日甲月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来，咱安尼毋知会晓袂吼？咱为第一段吓，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吼，咱会当当者你会晓的人，你用唱看卖吼。这歌的旋律拢真拄好吼。来，咱来试看看吼。来，预备，来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在太平洋西方，善良、单纯、坚强的民风，代代地吃的生。来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在天甲地当中，有日甲月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虽然历经风霜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又强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真好吼，来，咱当咱唔知有这个感想吼，你若唱着讲台湾是我心爱的国家，你会想着讲，咱徛伫遮遮久，咱拢真勇敢，咱勇敢的台湾人。应该不是说随随便便就会让人给我们侮辱。几十年前我们都会想说台湾要正名，说到中华民国要改做台湾，在那里吵吵闹闹说几波。但是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发觉到中华民国这已经是早就不知道对哪去的名字，亲像讲一个老母，伊甲囡仔饲大汉，咱讲咱袂使叫老母的名，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吼。不管咱的妈妈是啥物款的名，伊的身份是遐尼啊卑微，拢无要紧。但是伊的囝大汉，伊是勇敢的人，伊要甲老母讲，你毋免惊。咱的台湾，这个是一个国家，
咱的名叫做台湾，不是随随便便讲要来用一个什么名来甲代替。咱的台湾这块岛屿袂使讲落一个中国，迄是差真济。嘛咪讲啊，无来做这个中华民国隆重受降，咱不是安尼吼。咱的打伫这块土地顶冠，咱是的名叫做台湾。所以伊讲，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，是我心爱国家的时阵。即句话，相信伫咱的心内底，咱拢真热爱。咱真爱讲，咱的国家是咱心所爱，亲像美国同款，大家拢会真。你若甲美国人讲话，你会发觉到伊处处咧讲着话时阵，伊拢讲着阮美国安怎安怎，阮的美国安怎安怎。但是我发觉，台湾真可惜的是，咱有台湾秘鲁，会使叫做台湾秘鲁；有台湾黑熊，会使叫做台湾乌熊。但是台湾人却爱叫做中国人，中华民国的人，咱比秘鲁、比乌熊较不如。所以当咱想到这的时阵，我相信你甲我的心情拢真沉重。我真真正正是台湾人。是安那要叫做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秘鲁就会使叫做台湾秘鲁，乌熊嘛会使讲叫做台湾乌熊，是安那台湾人爱叫做中华民国的人。当咱有这个疑问的时阵，咱来勇敢，甲大家讲，阮唔是中华民国，我是台湾人。所以咱来阁唱一届吼、哦，咱相信这个天佑台湾吼，伊袂予咱孤单，咱嘛是一愈来愈勇敢。来，咱过来唱，吼、哦，咱会当联合唱，吼、哦，希望讲这首歌会当伫你的心中内底，常常去甲吟唱，予伊感觉讲，我所认捌的台湾就是我的国家，唔是叫做中华民国。来，咱来，我唱一下吼、哦，来，预备，来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。站在太平洋西方，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，代代地正立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站在天甲地当中，有日甲月有天星来作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故乡，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真好吼，因为这首歌曲伊是用台语吼，用咱真正母语咧唱。你知我咧做兵的时阵，阮遐有一个迄、那个士官长吼，伊是中国人。伊当咧甲阮教育的时阵，伊讲台语歌曲都是没有水准的，不要唱。伊讲台语的歌曲是拢真无水准，尤其伫台湾的歌。结果，阮伫内底有一个，伊是布农族，伊蛮布农族，伊叫做敢鲁凯的款。伊底下怎啊讲出讲？那我没有唱台语歌曲，我都唱我们族里的歌曲。结果迄个士官长，佫甲讲，那个更没有水准，哇！伊讲迄是华南话啊，哦，用华南语咧唱的歌，迄愈无水准。当伊听到这个时阵，我感觉迄个阿兵哥吼，心内我知影真艰苦。伊强要甲伊小冤家，啊，
但是因为伊拢讲，你若个你再大声，我就判你军法。迄强的无一个道理吼，是安那伊那三公限制讲台湾的歌袂使唱，袂使唱台湾话，啊，若唱华人语，讲迄愈无水准。我相信这个中国人伊毋捌听过真正的台湾歌。后一首，我是讲要来介绍一首真正原住民伫咱台湾土生土长，而且土生土长的台湾人。伊原住民同胞吼，因伫遮住真久真久真久。你讲因的歌无好听吗？后一首我来用介绍吼，这首叫做《台湾妈妈》。哦，台湾妈妈，伊用唱出来的歌曲来描写，就讲我伊是用布农语吼唱的。伊唱这首的时阵，我相信咱真正甲听，你会感动，就讲。哇，这个原住民朋友比我较勇敢，伊有迄个勇气来讲出台湾是我的厝，台湾是我要徛起的所在。咱来先听一首《台湾妈妈》。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，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，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。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，顺便买礼物给我。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。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，我也想要电脑，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。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。
这首歌吼、哦、是大概我伫二十几年前去录着吼，去迄个布农族的部落。当我录的时阵，我无感觉这首歌是遮尼好听。但是这个背后故事吼、哦，我已经每一届我拢真爱去讲一届，去讲一届，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一直讲袂完，因为伊代表着台湾人的精神。拄则伊这本来有画面有出来吼，伊这个画面就是咧描写讲，面描写。迄我去看的时阵，是由东埔国小的小朋友，迄时阵差不多二十几年前，当因咧唱歌的时阵，因唱因的校长马棍校长甲伊讲讲，恁若好好唱歌，咱要来去比赛。想袂到伫台湾比的时阵，却是失败。拢无着顶，因迄个校长就甲伊讲讲，咱免惊，咱免烦恼，咱来去菲律宾国际比赛，伊个叫做国际音乐比赛吼。想袂到，当因去甲菲律宾比落时阵，规个评审全部精神，伊讲奇怪，这是倒位个声，无用钢琴，无用乐器，竟然有他唱甲遮水。当因唱出来时阵，因得到冠军，回来到台湾，大家拢真欢喜。但是，因2000年迄年，陈水扁先生邀请因去总统府就职，叫伊演唱。迄时阵来足济世界真济国宾，吼、哦，世界各国拢真济来宾来甲因听听一首唱了，所以当只个。国际来各地的国宾吼，等于甲因个国家，甚至有机会甲克林顿总统见面的时阵，伊甲克林顿总统讲：“哦，台湾迄首歌你若无听到，即世人真遗憾。”克林顿总统想讲，我都袂当去，你阁讲话听，是偌好听呢？伊讲足好听，即无听到是足无彩。迄阵克林顿总统怎甲伊讲讲？无要紧，我既然无得去听，无我规团拢甲邀请来，来我美国唱互我听。所以这个消息怎对布农族罗纳迄个所在，怎甲放这个消息讲，咱得要来去美国唱歌互总统听的时阵，真济人拢足欢喜的讲，哦，安尼啊，因为机票也免钱，当拢免钱，招待因去唱。所以当因入去甲白宫唱吼。美国总统听了后，因大家真欢喜。后壁，克林顿夫人怎对这小朋友讲：“哦，你们唱的真的很好，请问你们一年用多少经费在培育你们？”一个囡仔个讲没有。恁一年办偌济经费的训练？伊讲没有。讲啊没有，怎么有办法唱这么好？讲天生的。后来，克林顿夫人怎刷的？甲伊要求讲，我看恁卖等于台湾啊，倒正就好，阮国家甲你栽培。结果一个囡仔，伊讲，为什么阮台湾优秀的人才都爱来你美国？我不爱来恁来，我不爱来美国，我要倒台湾，我要等来我的东部继续唱歌。我感觉这个小朋友吼。唱出咱的心，讲出咱的心声。伊当初时那个个答应，好，我要来留到美国。我相信迄囡仔、迄阵小朋友会受到真济的栽培。但是伊讲，我爱我的故乡东部，我爱我的台湾，所以伊甲拒绝。等伊拒绝了，克林顿夫人嘛甲伊回信咧，讲实在歹势，我袂当安尼做，因为迄是恁国家的。但是真可惜。我有听到消息，这阵囡仔大汉了后，有人已经贩毒去用掠去。我相信不是囡仔唔对，是咱这个政府唔对。所以各位学员，我最后想要甲大家讲，咱来共同压起这个负担，将咱台湾改革的使命，咱每一届受训。不是要来这听好听的歌曲，更加要紧是要甲大家讲，
咱有一个责任，咱爱将这个代志甲改革改变，因为这是咱的责任。有一日，我真希望咱的原住民朋友，伊敢若唱出歌，互世界去听就好，将玉山的吼、玉山的声唱互全世界去听的时阵，我感觉这才是咱的责任。所以大家加油！今仔日的课吼，甲大家分享到这结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起立，立正，行礼。